以前家里面真的都是我做饭吗？是啊，我哥呀，就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。听说还为了你报什么厨艺班，但我也没见过他下厨呢。厨艺班，就教他做那个麻酱拌面。我对芝麻过敏，昨晚你哥差点把我害死了。你也别怪他害你过敏，以前你那个样子，他有什么不知道的，估计多了去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嗯。你爱我哥吗？其实我一直不太确定你爱不爱他，趁现在我还挺想问出来的。如果不爱，放手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好？尤西，我现在也不知道，至少得等我恢复了记忆，我才能回答你。我以前什么样啊？造作表。造作表？具体什么样？你跟我说说。就是，平时你表面客气，总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，像个假人。嗯，确实挺让人恶心的。说出来真爽，随便说，我不生气。继续。就是特别用力，特别假。我觉得吧，你好像是藏着很多秘密。秘密？比如说呢？说不明白，我才懒得八卦你的事儿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